期中考的还好吗？嗨嗨。谢谢红包。嗨嗨。晚安晚安。耶。Hello。终于撑过蛋烤跟公演了，就是啊。晚安。谢谢酒鬼兔的魔法会员卡，远远看到黑长直就知道是我。就是头发最长的那个。嗨嗨，小杰，有看到你的 report 了啊？我为什么他不让我抢？哎，有啊，谢谢侯颖。生日会要施压？没有啊。生日会有买的就是会买，不会买的就是不会买，算了，没关系。就是一个缘分。建汉，建汉是今天生日吗？生日快乐！晚安，洛克，还好。看到我在门口，超好笑。对啊，我有去探路，幸好我那天有化妆，哈哈。对啊，我偷偷哭了一下而已。对啊，我今天又没有跳，我干嘛要进去？我妈就跟我说：“你要进去吗？”我就说：“我今天又没有跳，我干嘛要进去？”所以那时候看着我的人是你啊。对啊，我跟你擦身而过，我有看着你，我就想说：“嗯。”这是洛克吗？然后我想说，你应该是没有认出我吧？这样，谢谢建汉送的告白气球，生日快乐！你看了不止三秒，你看超久的。如果站在我前面那个人是你的话，你看着我看超久。Hello。有啊，我妈有来，因为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走，我就说好吧，那我带你走一次。对，晚安。对啊，你看着我看到我离开。复习不用复习，我哭，谢谢，人真好。嗨嗨，生日会周边买到现场，会寄到家里。晚安，谢谢后羿的海洋之心。哎，怎么已经有这个了？晚安，出门一下。好啊，等你回来。嗨，向庭，谢谢庭瑞送我生日蜡烛。但是我生日那天也会开直播。嗯，我是四期生，嗨嗨。哦，生日就先喉咙试试。谢谢啾啾你哦，谢谢告白会员票。也生日啊！早安，杨雄，我喉咙还好吗？哦，我不知道哎，我最近喉咙都有点怪怪的。谢谢韩吉送我生日蜡烛，
谢谢 Derek 送的为你放烟火，谢谢 Jimmy 周送的告白气球。嗯嗯，对啊，我要去真正那边跟他过生日，过我的生日。晚安。好奇我一天有多少时间，就是有空的时候。谢谢夜空 sky 送的闪烁烟火。会，星期四会直播。谢谢七月送的音乐棒，谢谢伊迪送的星星玫瑰。今天剩几趴？现在还有100%，不要担心，才刚开始。谢谢上庭送的双手。像你这个紫色泡泡，我没有要哭了，烦耶。飘起来，飘起来是啥？飘起来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是热门语吗？嗯，我的热门语在哪里？嗯，不知道。什么飘起来是什么意思？有啊，看到了。为什么他们都在上面？哦，这个礼物，哇，酷，好酷哦，酷耶，好有趣。有几个礼物丢了以后，哦，哇哦，可是这样子要看上面又要看下面，有点。星星玫瑰的话可以飘屏一分钟，原来是这样。我们今天来聊聊公演当天发生的事情吧。可以只看下面。好啊，那我就只看下面。我想说，有些在上面，有些在下面，那我要怎么看？今天开到。开到电量撑不住。对啊，我昨天有哭啊，就是好，我们先来聊偷哭好了。我看一下，因为我今天有打起来，我怕我会忘记。嘿，在哪里？哦。就是，等一下我要评一下，我要想一下，因为我记性不太好。就是，纵使在遥远，我第一个位置不是站在林一前辈旁边吗？就这样，在晃，然后在晃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受到了这首歌的氛围，然后我就有点泛泪。但是就只有泛泪，然后我要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没有，就是眼泪就回去了。嗯，然后好像是我走到第一排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都是人，然后我就有点怎么办，然后我就那时候也是泛泪而已，但是我转过去要走到后面那一排的时候。我一转身，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有用大荧幕确认到我眼睛红了，哈！所以我现在被大荧幕背叛了，哈！反正我后面就是不忍了，我就是随便那个，随便他流。有趣公园真是太好了，谢谢你来。你是不是本来差不点没有办法来？我擦眼泪哦，我擦眼泪哦，我没有印象哎。我真的不记得哎。
擦眼泪吗？纵使的时候吗？我不是纵使唱完才擦眼泪吗？因为我想说跳舞的时候不太好，就是我又忘了。对啊，没有吧？纵使我也会哭啊，纵使很好哭哎、欸。你记得什么？自己上的初见面回忆，每个人对的。啊，就啊，我要跟你们说四期生的那个 MC。等一下，我鼻子好痒，我找一下。我家可能会打喷嚏。滴滴能力，记粉丝滴滴能力很强。对啊，你们吹谁我都记得。好，就是我要讲陈以真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实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看起来比我还小。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坐五个人还是四个人坐在一排，然后等着要进去面试，然后旁边坐陈以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因为他那时候绑高二双马尾，然后我就觉得他看起来比我还要小，然后他看起来又很紧张，然后我那时候本来要讲这个，我打在手机里面本来要讲的，但是我跳巧克力之前我忘记看稿了。对啊，高双我忘记看稿了，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只好凭着我的印象讲，但我就只想到他看起来很紧张，我就跟他说不要紧张，然后就跟我原本打的差很多，下次就会记住吧，不好说。我是不太相信我的记忆力，真正看起来只有17。对啊，他真的看起来很小哎、欸。今天应该会播到手机没电吧，或者是播到我没有话题讲。晚上好。反正到我讲 MC， 就是到我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快没有时间了，所以就不用讲太多。晚安。但是因为到我讲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想我要怎么做结尾。凭印象讲，其实还可以，真的很厉害。就是不想，就是因为我想说，就是控场嘛，控场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不要搞砸比较好。因为如果我觉得 MC 在公演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毕竟每一首歌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差在 MC 嘛，可能大家都会期待 MC， 想说反正刚好是休息前最后一次。确实弄得很好，谢谢，谢谢你们。可是因为是第一次，我还是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忘记看稿，然后我第一段就是讲完前面听了什么曲子之后，我也忘记我本来要讲什么，我就直接讲，直接讲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收尾就很突然，因为我那时候很在意时间的问题，就是那个灯亮了之后，我就想要速速结束，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收尾的很突然。但很多人都称赞我们的 MC， 真的是谢谢大家。批组时间比较快，有哎、欸，我觉得蛮快的，比我想象中还快。应该还好，应该还好。第一次跟我没干嘛快，没关系、啊。
MC 太有趣就没有感觉到充数，我们的算是有趣的吗？谢谢上庭送的金色香槟，谢谢，好厉害的设计哦，怎么这么谢谢，这是什么东西，你刚打开了什么有趣吗？谢谢啦，而且那个我们一人讲一首歌也是我想的，晚安，各自炮火都蛮强的，炮火什么炮火，晚安 MC 有照蕊的时候吗？我们 MC 没有蕊耶，就是我只有自己打我要讲的稿，因为我是主控嘛，抽到这会不会太可怕？前天的 MC2 是聊我跳巧克力，哎、欸，我真的是受够，我真的是，就是我前一天突然收到杰星前辈的讯息，他说宝宝你被爆雷了，就好像在 MC 的时候说你巧克力跳得很丑，然后我就想说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我想说什么意思，我只是在家里耶，我甚至在家里，然后全部人都知道我要跳巧克力，真的大受够，对啊，我直接被爆雷，真的没差，但大家应该也猜到了吧，就是对啊，没差了，被出卖了因为某人跑雷，范江佑恩第一天十七周跳就踩的，以为是钢琴家跳巧克力的，可爱，但我觉得巧克力真的很难、欸、就那个脚很忙，大间奏真的很难跳，而且那个巧克力的裙子啊，它的裙面很大，就是转圈的时候会不太好转，对，而且还要负责 MC， 真的是很可怕，而且负责完 MC 还要快换，所以上半场就是很紧张，因为上半场的歌一到四是我们第一次学第一次跳，然后再来巧克力也很可怕，然后再来巧克力下面接的 MC 也很可怕，然后再来 MC 完还要快换，超可怕，快换真的听说第一天都没有赶上，我就觉得好可怕，到底多赶，刚加入也太辛苦，快换很可怕耶、欸、我很怕来不及，请问在你看来哪边不可怕？我觉得我跳完巧克力之后后面就比较好一点，快换中间再出去看看，对啊，对啊，今天 Innocent 是要快换，我上半场真的很紧张耶，上半场紧张到不行， MC1 不可怕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MC2 比较好，对 ，MC 也很可怕。之后他们就要自己看着办啦，他们要靠自己啦，我就没有办法控场啦。第一天的 MC 还好吗？其实我想听大家对第一天的感觉，在想动作。对啊。姐说如果没有人要控场的话，那就是年纪最大的控场，谢谢 Golden 送的金鱼的吃的，主控是我自己跳出来，对啊，因为你想看我们这组跳巧克力的人，陈颖真、范江佑恩、翁满玲，他们哪一个人会控场？所以那就是我啦，反正我都要休息的空一次再解除，
确实没有啦，我没有很厉害，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返乡游玩的时候，夏季特别重，墨鱼加油啊！可以练一下，应该可以吧？前面二期都没我们这样表演完，直接接 MC。不过我也想说，怎么没有至少一个前辈跟我们一起 MC？ 我就想说，就是这个压力测试是有点过于压力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成功了这样子。墨鱼 catchphrase 可能大抽风，大家全部到处都看到墨鱼墨鱼 Q， 我在哪里都看到，在串串也看到，在 IG 也看到，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请自己看。Q， 爱心比好了吗？魔法要开始喽！公司真狠。剑松也看到，剑松还是吗？我又不是墨鱼。我的 catchphrase， 我的 catchphrase 是它代表全部都能说。我的 catchphrase 是什么来着？ catchphrase 是什么？哦，我想到了，那个。任何数字乘以零都是零，但当你们遇见我就是520。强迫你们跟我告白，墨鱼这些个咖啡厅。对啊，我的 IG 名字就是乘以零啊，看现在才知道吗？自己也忘了，我记性不太好。520，大家喊得很大声哎，谢谢大家。五爷520，520。不是叫陈娜娜。啊？哦，而且520好像是谁帮我想的，好像是我后来改的，是谁啊？是夏儿想到的吗？我好像是看到夏儿想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偷来用。谢谢侯英中的比心，你在喊 call 都很用力。思琪不是没有来看公演吗？去帮你跟他说，对啊，偷他的 idea。谢谢谢谢帮我选 catchphrase， 这样我就不用想了。对，两年级就被看到了。他应该在看 Mina 前辈直播吧？现在不是啊，就很方便啊，有人帮我想 catchphrase。而且又就是挺好的，对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对，我才用。那时候是谁标我啊？好像是夏儿讲，然后 Geek 标我的，然后我就看到，对。如果小黑眼的时候，可是哦，确实哎，真的哎，大家会开很多账号吧？晚点过来，好啊。不标我自己也看得到，没有，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海巡，那时候我还不会。嗯，为什么要开很多的？因为有很多个推啊。我今天的声音比较不一样，对不对？我今天的声音比较
道哎、欸，我这几天声音都就是不是很好，就是动不动就会喉咙痛、欸。大家怎么在进场？有人关播了吗？没这种问题。感冒？哎、欸，其实我有在想，我公演前一天是不是感冒、欸？哎，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身体，不身体，我的喉咙怪怪。确定叫阿猫？对啊，阿猫。但我觉得我还没有什么压力。这个工作也不能感冒。考试压力，现在还好哎、欸。现在。橘猫可以吗？可以，你们想当什么猫都可以，大家自己决定。反正大家都是阿猫。你们比较喜欢在三创还是在乌美啊？感觉大家喜欢在乌美。我觉得在三创跳有点可惜，谢十一的一颗星，跟水晶四叶草。但听说三创的灯很瞎，让你们很瞎。三枚，有我的地方，我家吗？没有了。对，乌梅有侧牌，侧喜好像真的不错，侧喜很近。三创冷气，对啊，三创好冷哦，三创后台好冷，我一直在发抖，我化妆化到手在抖。三创卖不完，乌梅抢不到。三创坐哪里都看得到，但我的站位不一定哎，我站很后面。但我就觉得有种公演就是要在乌梅跳的感觉。三创好，忘记拿外套，哈，超冷哎、欸！没拿外套怎么办？三创舞台效果比较好，而且三创还有大荧幕，但是就很远，而且要低头才看得到你们，就觉得就低头有点。就是不知道拍起来会是长怎样，但我还是看了下面。冷就大声一点，冷到发抖。像三创真的很冷哎、欸，三创要带外套，不然瑟瑟发抖。那舞台好高，欧美都是你们。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看阶梯的那个视线才是正常的，但啊阶梯就没有人，所以就不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山上的灯亮到让我差点想戴太阳眼镜。阶梯区观赏体验很舒服，其他地方就好了。阶梯区好像真的不错哎、欸。听说第一排阶梯第一排棒，
而且还是沙发，沙发感觉就会坐到睡着。有前辈下播了吗？阶梯不是沙发，但位置大很多。真的、哦、不是沙发，我以为是沙发耶。冰奶前辈在称赞巧克力好吗？真的假的？我觉得我们巧克力有就再加强。巧克力真的不好跳啦，烦欸，大家要用关怀的眼光看我们这两场公演，很可怕，我自己觉得很可怕。电影院那种，电影院那种椅子会去看回放吗？什么回放？你说我的直播回放还是公演的回放？除了巧克力想跳啥？我想跳温布顿，温布顿感觉不错，巧克力就很难跳啊。就是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直到后面真的会怀疑人生，到底要怎么跳？成长系偶像，期待以后要温布顿，但应该还要蛮久。恭喜队长员工终于穿到可爱服。对啊，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跳完有觉得自己这边跳得很不错的地方吗？我有看到你对着我点头，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好像是星期二吧，星期二第一段副歌。巧克力 PTSD， 与钢琴家也不错啊，只是我觉得我跳不起来，我就只是单纯喜欢这首歌。有被帅到？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很喜欢星期二，哎，不是因为我站 C， 就是这首歌旋律很好，赞，有比赞。对我吗？我没有看到哎、欸，我没有看到哎、欸。Glory Days 不想吗 ？Glory Days 主要就是，没事。Glory Days 第一个是他可能会就是喘不过气，虽然巧克力也是跳到喘，然后就是他还有很多 free 的部分，我自己是觉得。而且小童前辈他刚拿，就是那时候知道说要跳 Glory Dance 的时候，他就怀疑了一下自己的眼睛。但我觉得他很棒，而且他真的很努力，努力型的。巧克力有 free 的部分，我忘了。巧克力 free 的部分就是走过去说，不是说，走过去唱歌，
关于那份爱的线索，拜托请赶快告诉我。难道早已刻不留，被你享用？然后再走回去。嗯，没有什么特别 free。我就是一个很不会想 free 动作的人。你看 Innocence， 我也是不知道跳了什么。乌梅会是最侧心手手。我觉得在乌梅的巧克力应该会好一点，但是毕竟要一个人面对所有侧心，就有点可怕。Glory Days， 哦、，Glory Days 的 free 很多啊。Glory Days 不是一直都在 free 吗？那以后你有可能会是被老师到最后的成员。巧克力我记得都会选可爱型的成员跳。你说范江佑恩吗？没有啦，你说孟庭筠吗？没事。啊，这首就很难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我真的很甜，哪一首？我很甜。讲起来那里怪怪的，还好吧，还好啦。我对大家都是，巧克力很甜，真的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对啊，我们感情好才能互相嘴。我们要不是感情好，才没有办法乱讲好，对吧？而且我的第一印象怎么会是高人啊？我的第一印象是高人，再怎么想也好了，可能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会讲话，就是一个人待着，眼睛痛。哎，为什么灯一直掉？确实是不高，长得比较矮。嗨嗨嗨嗨，大家来了，嗨嗨嗨。可能有高，但人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没有高吧，我觉得人还比较正常，我应该是没有高吧。谢谢后音送的为你放烟火，我需要你。听说笑笑在看公演的时候脸看起来很严肃。高冷，怕冷。不高怕冷，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确实是就是不会讲话啊。谁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看起来很外向？没有吧？你怎么连这种情况都？我什么情报都有，喜欢自言自语的人，那这样也是有点可怕、欸、就是一个人滑手机，然后自言自语。毕竟是爱人的、啊，我是爱人。有些人一个人就会自嗨，那也是很可怕。我跟你们讲那个陈颖真昨天，看一下，就是昨天便当来的时候，有人说这次是吃某一间的鸡肉饭，然后呢，那时候谢谢 CKYMK 送的告白气球，真真应该不在里面，然后那时候我就不想站起来，所以我就是真真去拿便当的时候，我就跟真真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是全部都是鸡肉饭还是有别的吗？然后呢，
就是如果全部都是一样的话，你就帮我拿一个啊；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再告诉我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去看了一下，他就说，他就说今天有狮子肉饭。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想说狮子肉是我想的那个狮子肉吗？还是狮子头？所以是狮子肉。我想说，狮子肉可以吃吗？狮子肉好像不能吃，然后就走过去看，很好笑。狮子肉能吃的吗？就很好笑。是狮子头，狮子肉是狮子座做成的吗？好笑。然后昨天反正就是有狮子肉跟狮子头，不是狮子头，哎呀我讲错了，讨厌，是狮子头跟鸡肉饭，好烦哦，陈颖真，我好，反正就是对这两个。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跟我，就是一人吃一半？其实 Gek 这种告白气球，就是我想要两个都吃，可是我就是有选择障碍，还好，我就不知道要吃哪一个。我就问有没有人要跟我分，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就空气很安静。然后我们林就说：“你看没有人要跟你分。”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再想一下。”然后陈以真过几秒就说：“好啦，我跟你分啦。”他还是爱我的，各位。虽然我嘲笑他狮子肉，狮子肉就很好笑啊。这 Gek 送的水晶是野草，他是可怜我。Gek 送了一颗星，为什么 Gek 昨天看起来很累啊？你昨天看起来很像快睡着，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是在睡觉，而且你都没有表情，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感情在看我们的漂移。我没有抢到红包，他每天都那样。他手很激昂，是哦，前排很好睡，前排不是有很大的灯光吗？听说真真很会看相，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欸。他会表现出内心轻松。要不是有那个灯，我可能早就睡着。那个灯到底是怎么照的啊？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灯要照台下，欸，就是台下又没有人在表演，为什么要照台下？但是没有睡着也不错啦，对不对？要不是旁边有吐司，你早就睡下去。你旁边做吐司哦？我很常在那边欸。趴在下在睡着，眼睛真的会痛。所以说为什么灯要扫过去啊？前后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那你要好好看我，嘿嘿。哦，你做 AE 哦，我看到你，你一直在跟吐司聊天。我有看你啊。是投射灯的效果哦，可是这样子台下的眼睛很痛。幸好旁边有人可以聊天。可是其实我觉得边边要真的很看运气，就是有些人就像我的站位就是比较偏我们的右边，左边就是比较少过去。
什么可以边表演边注意台下粉丝？不然，啊，不是本来就要这样吗？不是本来就要这样子吗？感觉边边座位这次比较吃亏了。嗯 ，A6 我蛮常站在那边的。嗯，我记忆力很强。对，我没有看到黑杰克，我没有看到黑杰克，你坐哪里呀、啊？昌昌，你坐哪？因为我要嘛就是看我看过的人，要嘛就是看有举我的名字的人。你的 B 哦，好近哦！我没有看到黄黄的衣服哎，抱歉，不想上班，我不知道你坐哪，你坐哪里？北原，你没有来啦，没事。台上看得到，台上看得到，台上看得到，字很明显。昨天当了一整场的绿色棚。对啊，大家真的喊得很大声。晚上好。在我面前把灯牌翻面可还行？谢景婷，有看到你吗？没有。前排压迫感好重，不敢喊。好啊，都不要喊，没关系啊，就都不要喊。台上看台下粉丝也是这样，从某一排开始就看不到了，大概是，不知道，反正蛮后面也看不太到。西冈沙耶，那哪算？是坐在。右边的，左边的吗？左边的，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谁啊！你们一直问我有没有看到你们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谁啊！你们坐在哪里？比如美元吧，应该算是哦，好像是。我上次讲，不是讲，上次跳光点的时候，乌梅真的是上面就看不太到，你们要举灯牌或者是举手灯才看得到，不然就是一片黑耶。你们到底会不会看 A 牌呢？我会看 A， 你说乌美的 A 吗？乌美的 A 会看啊。黑杰克，不知道黑，不是，乌美就很黑啊。三创的 A 看得到，三创的我很常看三创的 A。只是不知道台下看起来我的就是看起来是怎么样的。离场的时候没认出你，我哪知道你现在长怎样？但我感觉没很常跟我对到眼，那可能是我。闪避了你的视线，我有时候会觉得对视有点就是害羞，而且就是你看你又不你又没有什么表情，我看你没有什么成就感啊，你懂吗？对不对？我会看切尔东啊，我会看吐司啊，我会看洛克啊。啊！你又不做表情，对不对？谁的问题呀、啊？我要几点下播？现在还有77%。我们戴口罩，那有什么表情？你们可以笑啊！你们笑是看得出来的啊。对不对？应该的。我想吃东西，睁开眼睛已经是当天，当然就不是我的错。
得可以往成员比较。对啊，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挥挥。笑整场都没人，你想人到你附近？哎呀，我真的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对不起。你们下次要标我好不好？你们坐在哪里要记得标我，不要只发现灯，我寻不到，因为上台前真的很赶，懂吗？懂的说懂。黑杰克坐你旁边。坤坤坐哪里啊 ？B， 你已经尽量让你看起来很友善了，所以我说，哎，好棒，大家好棒，就举扇子跟手灯肯定看得到。我要去拿吃的，哎小，今天吃。我去大创买的背靠垫，因为我最近觉得我的腰有点痛，所以我需要一个背靠床上还是有点伤腰啦，我的腰主轴是吃跟哭变吃东西变直播传统大创，对啊，没有哎、欸，我最近一直都腰痛，腰痛吃东西有用吗？我还没有老吧，还行吧，在桌上播，可是很乱。它是串串包，它有两一比一有没事啦，我 OK 了。反正就是长这样，蜡笔小新还蛮好吃的哎。晚安雷军，啊，可爱。站着说话不腰疼，下次存囤货。今天看到手机没电，或者没话聊。这包是玉饭团，你说正南口味吗？平常很忙啊。没有，没开播就不会吃哎、欸。手机还有74，表定2300，我从来都没有遵守过啊，不是吗？我遵守过吗？从来都没有，第一次吧，第一次跟第二次。掉在卫生纸上，怎么都有时间寻大家行动。下课的时候没事做，还有明天谁去上班？
绝对不可能的啦。今天早上有标，可是我没看到哎、欸，可能是哦，因为我的限动标我有时候会不见。雨恩年纪比我大还是小？我不知道哎、欸，我刚刚讲什么哦？我明天要考试，所以我今天可能最晚开到十二点。但是又小考，谢谢 Freeport 送的缘分相遇。我突然想到。什么公演事故，很好笑。考试还开直播，没差了。考地理。当天再看应该会来不及，明天是很小。现在考的范围就很大，不是很小的那种小考。不是模拟考，没事，剩一百天再开始读就可以。上课有听就可以，可是我上课有听吗？今天好像也有上一堂地理课，我好像没有醒着。好像今天好像有人想被禁言吗？晚安。晚安，吐司。文字语。不要，我这边的踢人是处罚。你们还可以再进来讲话。募集祭品什么意思？祭品是什么？关键字？你还是别问了吧。谢谢空白送的精灵石。为什么不能进来？还可以进来啊！谢谢科技运送的啾啾你哦，谢谢浩前从缘分相遇，谢谢庭院送的生日蜡烛。
谢谢大家送我礼物，谢谢 Killer 送的清醒玫瑰，谢谢科技玉送的一封信，谢谢空白送的为你放烟火。嗯嗯我怎么有自己的红包可以抢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我刚刚是发给大家生日礼、生日红包的吗？酷哟！晚安，生日等级红包、生日礼物。哦，生日等级真的酷，酷耶、欸！谢谢中影送的海洋之心，谢谢空 sky 送的戳戳你，不小心按到了。大家生日要来看我，不是大家生日，大家要在我生日的时候来看我直播。虽然我不知道我会干嘛，我现在还没有任何想法。但是大家要来看我，不要让我一个人可怜。谢十一送的告白气球，哦对耶，有蛋糕，应该会吃蛋糕，对，应该会吃蛋糕。不要讲不切实际的话，我不喜欢那种。生日直播只能是吃下苦。谢伊迪送的海洋之心，直播吃掉一个很大的蛋糕，不会耶，我觉得我生日不是生日，我应该不会吃很甜，就是蛋糕啊，我以前很讨厌吃蛋糕，我现在也是没办法吃很多。阿猫宝宝会不会来当特别嘉宾，这要看情况。但是我那天我考段考第一天的时候，我朋友就是有一个国小五年级认识的现在很好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突然传讯问我说，你就是星期四有没有办法在10点半的时候下楼拿一下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那时候好像在直播，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拿，还是要叫我进去帮我拿。可能会卡一下，等我一下哦。老人味飘出来了，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意思？又调一下亮度。下楼拿一些东西，可是我家要爬楼梯，要爬5层楼，偏累。考美国跟欧洲，我好像也是考差不多的东西耶。等一下，我明天考什么？考美国跟欧洲哎、欸，笑死！训练体力，没有电梯。哦，因为我们家是4层楼，然后到4层楼会先到我家，然后然后再爬我们家的楼梯上来我的房间，当做运动。懒得叫外送，我就不会叫外送啊！我在家从来没有叫过外送，但我在学校，有时候如果同学想吃的话，
哎呦，我的喉咙怎么办啊？爬楼梯是你可以吃这么多零食的理由吗？是。好，喝水。从我家窗户放一个笼子下去，笑死。喉咙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吃饼干？喉咙不舒服跟吃饼干是两码子事，就是最近比较喉咙的状况比较奇怪一点，但没事的，想来吃一包。饼干类的食品比较干，但是我可以喝水啊，我有水啊。昨天喊完，今天直接没声音。你喊超大声，该不会是感冒？也可能是感冒。我有过敏，但感觉不是。省电模式。所以你才看起来脸很臭吗？另外一个账号可以解禁，你要丢礼物才把它解禁啊，因为我找不到你另外一个账号，对不对？原本想要退票。原本想要退票，想要退票，真的没关系呀。不看就不看。真的没关系呀、啊，不想看就不要看啊。谢谢啊，他送我钟情玫瑰，好，我帮你。思琪送的精灵的翅膀，嗯，好耶！我没有冲动啊，我还好吗？我是认真的说没关系，你们想要看就看，你们不想看就不看，没关系，是这个意思。我的签名蛮有趣的，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我签那个会签很久，我之后如果要签大量，我不知道要签多久。土司生日会不是没有来，他应该在，没有在台北吧？马上就请了，不是？我还没看到哎、欸。生日会不然太过分了吧？你不是也没有，就是本来没有来。生日会问卷可以重填，是我的功劳没有？是科技玉的功劳。科技玉，我昨天回来之后，看到浪的那个私讯，然后呢，我就看到他说，
可以重填。嗯，但是他本来叫我在公演上面讲，但是我没有看，我没有在公演前开浪，我昨天才开。所以你们可以谢谢柯基宇，但他现在不在。本来每天到现在填到，姐姐没有告知，是嗯，我也是看了才知道。上次直播促销成功，多卖了好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毕竟现在公司就是很忙嘛，所以有时候事情没有通知到我们。如果没有我卖掉那几张，应该也不会开给我们听。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业，为了照顾那些听我的人，也是因为大家买了才有办法填，谢谢大家啦，生日会见。现在明信片会有几张不知道耶，你们有买吗？嗯，也是要一起加油加油。没中，哭哭，什么东西没中？哦，图案没中。那我那时候有在想，我是不是画的太可爱了？谢谢姐姐送的生日蜡烛。第二包，谢谢 Andy 送的海洋之心，第一次看到你。谢谢思琪送的生日蜡烛，我本人可爱是重点吗？你们又不会把我穿在身上，圣诞 T 是你们要穿的。逻辑逻辑，看你吃伟饿，去吃啊，开饼干。你不是一直背吗？不要坐大连梯，谢谢。我没有要大连梯，很可怕。我平时也要穿，我会穿啊。嗨嗨，雨木木天木，今天都没有零食吃，我每天都有零食。再看一下，我没有跟到大连梯，真正梯是穿来跟粉丝情侣装。我有说要跟你们情侣装吗？好了，我生日应该会穿圣诞 T，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圣诞 T 什么时候出货，真的不知道。好啊，就不要啊！粉丝彼此情侣装，真的假的？哎，我有听说，不是听说，我有看到。有两个数字君因为犯前辈然后结婚耶，我觉得超厉害，穿别人的去生日会啊。你又收不到我的，不是跟我，是跟别的粉丝。好啦，对不起。之前粉丝一起去彩电站用的衣服真的很好笑，
人气的出现几率跟粉丝拒绝的次数正相关。拒绝。他们两个现在不常出现，就是。就不想跟你们还一起穿一样的衣服。交往。身高体很有用。我觉得艺林前辈的圣诞 T 很可爱，而且很显眼，一看就看得到。所以我那天去三创回家路上看到几个桃红人，就啊，不接受大头 T， 颜色选得好，对啊，跟他一样可爱。怎么知道是谁？今天是全场是星期六公演，对呀、啊，去探路。今天都在哭哎、欸，干嘛哭？干嘛？不要哭。耶啥？桃红色。嗨，小奈。哦，对啊，他们去看演唱会之前去唱歌。圣诞 T 的颜色，这几包，这是第二包。不要哭了，黑姐可没事啊。但我记得我看到的是艺林前辈的圣诞 T。黑姐要哭了，星期六。去逛街的时候好像有看到一个黑人哦，我有去星期六啊，我有去走一下，很快就走了。黑人又哭又笑，不要走心啊。走心，谢侯医生为你放烟火。喝完了，这个灯光的角度真好。为什么都这么好看？有化妆，平面向量，大爆炸，没事啊，反正还没有要考试。怎么都那么小包？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吃太多。有一次，不是一次，但是我会，就是因为我们家会买那种家庭号的洋芋片、乐事之类的，然后我就直接放在就是房间里面，然后直接拿起来吃，然后就吃完，不会吃太多，然后拿掉。
家人彼此长得像吗？那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跟我姐是长得蛮像的，应该说我跟我姐跟我妈的发型长得蛮像的，但是脸的话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会看这种。抱着莎莎，你也有。去买一只莎莎。我没有亲啊。我是，而且我没有碰到嘴唇啊，我是有姐姐吗？那我缺哥哥吗？还好，我觉得现在哦，可是我因为我觉得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比较好，但是我姐现在不在台北，就我不是很喜欢被投以全部的关注的眼光，我觉得好累，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么就是再多一个人陪我这样子。头上好脏。对啊，被看紧的。姐姐帮顶，应该说以前是我跟我姐共同承担。多一个会想要妹妹还是弟弟？妹妹啊，弟弟干嘛？不要全部关注，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住 TP 宿舍啊，我就住台北，我离不是、啊、我住家里去公司比宿舍到公司还要近，我干嘛要去住宿舍承担？地址的话嘛，他会先崩溃。弟弟不好，弟弟怎么会好？对啊，压榨他，被两个姐姐欺负，我看起来像是会欺负人吗？你们干嘛把我讲得这么坏？带姐姐上学，她的年纪还没有到我这里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带我上学，我还是要。我不会欺负人啊，我还好吧。干嘛把我讲那么坏？请的弟弟，我没有欺负你们呢、啊。我是这种人吗？你们这样觉得吗？如果我有弟弟的话，我应该会觉得很烦。我应该会觉得很烦。偷走你的心不还你，还说没有欺负，不还你，帮我买果汁，帮我买奶茶，我要喝那个。少糖。不会讲话的弟弟，不被欺负怪怪。你是 M 属性吧？弟弟帮我买饭，这是有可能，因为我蛮懒的，我自己是懒得动。如果愿意帮我的话，当然可以、啊。不可以欺负你，讨厌我，讨厌我，
你讨厌我？我要直播你去买晚餐。姐姐会请我吗？不会耶，因为我姐就是年纪跟我差蛮多的。姐姐会喊娜娜买饮料吗？不会，她会帮我买饮料。我也会帮她买啊，应该会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经验，不想要很懒姐姐哦，抱歉哦，我就是对，哎，很懒。姐姐在上班，没有，她念研究所。可以给小宋的告白会员票。没有哎，小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还在想要不要讲。小时候我姐有点像是第二个我妈，你知道吗？就是多了一个妈妈的感觉，很累。但她也是很爱我啦，只是我觉得有点沉重，过于沉重的爱。现在就还好，因为我姐现在就是。我们都成长了，对，只能这样说。谢谢黑杰克的告白会员票。姐姐会接我上学放学吗？不会，但我妈会接我上学。她会看着我到公车站再去上班，放学我就自己回来。姐姐会来看公演吗？她对这个还好。有一天她没来，突然变身，好可怕。姐姐会煮饭给我吃吗？如果她有时间，有心力。我姐算是对我蛮好的啦，她因为她在别的县市念书嘛，但她说她生就是我生日那天她会回来。我不会做饭给家人吃，因为他们会吃坏肚子，然后厨房还会烧起来，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炸厨房，哎呦，灭火，不用谢谢。炸厨房能手，对啊，我是炸厨房小达哎。那个对啊，微波蛋的故事，我把那个蛋丢进微波。啊，米娅前辈。下班了，谢谢 Alex 送的生日蜡烛，嗨嗨小野木。我也是很危险，还好啦，还好。谢谢 Derek 给送的生日蜡烛，看姐姐都不是很熟悉。哎呀，同类人，同类人，科技又回来了。烧厨房不要，厨房只有一个，不可以烧。谢谢熊熊送的飞向宇宙，哇哦，好酷，第一次看到。嗨大家，晚安。稿费没有那种东西。谢谢小杰送的 Pop Cat 版权。你回来很久，只是刚刚一直都是用听的，该付版权了吧？我不要。
今天阿猫没有进来陪我，不知道跑去哪了。体育大班粉丝来了，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无法申请专利哦。嗯 ，Sorry， 可以来一次吗？公演的话，你说 catch phrase 吗？谢谢切尔东掌声鼓励。好啊，但我今天已经喊过一次，好了，再喊一次，毕竟你是那个创始人的部分。哦 ，catch phrase 是什么？哦，那个任何数字乘以零都是零，但是当你遇见我，就是。好，我是 AKB48TTP， 给你皮卡布的事情研究生陈依琳，娜娜。嗯，哎，我突然想到，我彩排的时候，就是有彩巧克力，然后我们不是有那个巧克力盒吗？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噔噔噔的时候，我巧克力盒飞到台下，超好笑，我巧克力盒直接飞下去，然后它还在空中转了两圈，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现在要下去捡还是要继续跳？超好笑。而且重点是，就是飞到剑颂，就是我们站在剑颂的时候站在那边，真的超好笑。真的，然后我就看着陈以真，陈以真后来下去之后就跟我说，他以为你在丢捧花，丢那么远，超好笑。姐就说，如果你正式也丢出去，他会把我杀了。我会死在台上。莫云的 catch phrase 是四喜帮想还是他自己想的？好像是我帮他想的、欸，好像是我帮他想的。怎么有红包？为什么有红包不跟我说？好像是我想的。啊。有两个，什么两个？还有什么没讲？哦，有红包，我看到了。哎，我点掉了，抱歉。啊，对不起，对不起，黑杰克。啊，没了。为何？对不起。我的浪一直都抢不到，可能是被讨厌付百元钱费了。红包不是有加粉丝团才有抢得到吗？你们为什么抢得到？我的粉丝团没有很多人，凭什么？廷瑞，明天生日，生日快乐，廷瑞！我没有锁吗？我没锁。好，我要怎么锁？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红包设定，粉丝团领，耶！大家要加入我的粉啊？没有，现在不要加，因为剩半个月，你干嘛加啦，小熊？我就说不用啊，谢谢。哭。
哎呦，你们好好好，哭了没有啊？今天一直都是白酸，谢谢大家。我锁完了，我爱你们。谢谢乖乖送的一封信，怎么那么好？三一天也会加。耶，讲到了，谢谢。等一下，等一下。夏尔，你丢太多了吧？谢谢主笔。我下次会去 Mina 前辈的台丢礼物给前辈。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应该会有空。我抢到好多、哦，我好幸福哦！啊，谢谢大家，我爱你们！谢谢科技遇上告白气球，对，刚刚有抢到红包的人要丢礼物给我。谢谢阿叶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大家，谢谢伟伟送的香槟，谢谢钟颖送的笔芯，我看一下上面的留言，等我一下哦。谢谢猪猪牛，谢谢建汉送的为你放烟火。谢谢 Steven 送为你放烟火，谢谢北原送的要你好看，谢谢 Golden 送的真情告白，谢谢洛克送的永恒的爱烟火。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留言，等等我。不是，为什么大家突然加入我的粉丝团？我是有做什么事吗？好啦，谢谢大家。刚刚你的朋友好像没在直播间，错过了我的祝福，可以再一次吗？廷瑞，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的礼物。今天有要跨字吗？我现在剩44%，看等一下。看等一下有没有点，对啊，你们不要到时候生日那天没办法丢，我生日会开台，你们要来看，为了吃为了红包。好啦，谢谢大家，看完了。谢谢 River 送的海洋之心，谢谢博元送的生日蜡烛。我生日那天应该是跟今天一样，不过9:30。柯基玉，你有听到我刚刚说，我昨天才看到你传的讯息吗？不准我跨日到。考试就考试，没事。可是充电会过热欸，过热会关机，怎么办？不用补习，太棒了。
不要快充就没事啊，我的是快充哎，怎么办？过热去，冰奶先被关冰箱，拿小颗的豆腐豆，我看一下哦。哎呦，我不知道脚架会不会晃到你们。哎呦，我看一下。这样子是，这是有快充吗？应该有吧，我记得我是买快充的。喂他喝酒。你都学依萍了。好吧。那我再插回去，等我一下。不不不啊！哎呦，我回来了。哦，我的屁股好痛。嗯，谢谢旺旺加入我的粉丝团。现在有几个人？平板恢复。谢谢旺旺送的生日蜡烛。哎呦，怎么有声音？谢谢 Sam 兔兔送的 Mina Mika 有机。讯息的事没关系，反正我先发。没有，我是看到你的讯息才去发现动的，谢谢你。曾颖真 ，Hello， 曾颖真，曾颖真，曾颖真，晚安。对哦，你抢不到我的红包了。昨天吃的65折。加入那只吗？抱歉，考试加油。不是我，你是不是在叫我考试加油？早点睡吧。你来看啊，你是不是想我？哎呦，我刚刚把巧克力盒丢出去的故事讲完了。我刚刚讲完了，好哟，我们这礼拜就会见面，对，好期待。我们要去哪里？快点！今天我要吃狮子。对，我讲了，我讲了那个故事。抱歉了，珍珍，我爱你。过生日。没有，应该是星期六。嗯，狮子肉，要不要吃狮子？要不要吃狮子肉？你要吃狮子肉吗？超好笑！礼拜三换真真爆料，我应该没有什么，我还没发现。你说真真肉怎么能吃？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是肉？哪家的狮子肉比较好吃？我觉得。莫大动物园，没有，我没有料了，我没有料了，真真，狮子上次不是狮子丸，是狮子头，狮子丸是谁？狮子丸是，
想睡觉了啊，宝宝。现在好热，好热，好热，受不了。狮子玩。受不了，真正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想睡觉了，对。你要你现在这个头脑去写作业，一定不会写好。你都可以把狮子头讲成狮子肉跟狮子丸，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写作业，你去睡觉。嗯哼哼，狮子丸，狮子丸还蛮好笑的。我等一下要跟墨鱼讲。不要投稿状，我没有在告状，我是爆料。嘿 ，gay 合送的为你放烟火，忍者哈特利。人家想吃狮子丸，为什么不给他吃？好啊，你可以吃啊，我没有说你不能吃，只是我觉得你吃了可能会被动保协会约谈这样。狮子头直播，他们还问说什么是狮子肉？嗯，对，我就问他说，所以什么是狮子肉？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肉啊，然后就说那是狮子头，那叫做狮子头，超好笑。真正就是有时候很好笑，谢谢 Gek 送的吻手礼。吃狮子丸，真正可爱，真正很好笑。可是真正都谢谢 Gek 送的为你放烟火，真正都一直去跟小雨前辈拍的。是不是公演太累？狮子丸，狮子丸是忍者哈特利的狗狗。我找给你看。狮子丸，哈特利。圆圆的狗，它其实长得蛮可爱。它是狮子丸，它刚好坐在你旁边，我也在你旁边啊。我们三个不是一起坐吗？我坐你旁边，你我都自己拍。我至少要先把全部的衣服拍过一遍，你们才有照片看，不是吗？很感你。磕不到 CP， 没有啊，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吵吵闹。因为他要发片了哦。
嗨嗨，让我排。确实，小雨要发照片很困难。好啦，对不起，真真。星期三直播我会去看。我没有要吃饼干了，我吃完了。对，要跟我一起过生日。没有要赞诶，我这么喜欢真真，好奇怪。哦，忘记讲了，我那个我跳公演的时候，就我看到有人说，就是我的动作可能，看起来有点紧张，但是呢，我跟你们说，我跳到巧克力的时候，我的脚就快要抽筋，因为哦，我跟你说，因为巧克力它的鞋子是就是有带子，是那种扣起来的，那如果它掉的话，就会有一条在那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反正呢，我的鞋带掉了。然后我就因为而且是我是一上台，我大概走到台上我就掉了，所以我整场都是用那个我用我的脚在撑，哎，真的超可怕。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在想我等一下下去吗？我应该下去吗？我要什么时候把它就是塞回去？哦，真的是很可怕，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可怕。对啊，我到定位就掉了，但是我没有下去，我觉得我很棒。那个透明的完全撑不住，它完全撑不住我的脚，只要一松我就对对啊。但是重点是我想要我快抽筋也不是那只脚，是这只脚，是我的右脚，然后就是一只脚鞋子快掉了，一只脚快抽筋，对，对啊，硬撑，就是脚趾头用力，然后这样子撑，因为巧克力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就是飞来飞去的动作，我就一直在想，我鞋子会不会掉？我要下去吗？可是这场只有四个人下去，很明显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米娅说我们跳的不行啊，对啊，我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就是很集中的表演，希望你们可以谅解，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可能没有跳得很好哎呦，好小声，切分音有够狗。切分音是什么？被零一前辈摸头的感想，就是我何德何能呀何德何能啊，很幸福欸，因为其实平常的站位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是来带一零前辈，我才有就是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很棒，羡慕了。
我还没有把抽筋的故事讲完。我大概抽到，我从就是巧克力嘛，巧克力跳完之后是 Innocence 浪漫火箭，跟恋爱倾向，搞不好01前辈赶直播，前辈我爱你，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休息的时候会想你，多塞一点钱给你。不行啦，公演很重要，而且这样子会造成就是其他前辈的困扰。反正就是我的抽筋一路快抽到哪一首？星期二夜里，我真的觉得我后面的歌都没有办法跳得很好，因为我就是我只要在角度再过去一点点，我就会抽筋，我超担心的。但是大家都说我是快要抽筋，不是真的抽了，而且是小腿跟脚趾都有一点那个感觉，你们懂吗？超可怕。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如果我等一下抽筋怎么办？如果我等一下会在台上抽筋吗？那我应该要先下去吗？还是我要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哎、欸，就是我在台上，我就想说，所以我应该要下去吗？未满十，我看起来未满16。你好会讲话、啊，谢谢我。我星期四就要18岁了，谢谢你。眼睛，哎，对啊，如果我想说，如果我在台上抽筋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会倒下去吧，我起不来吧？那我应该要先闪边，对不对？但是我一下台就小抽，就是不会到很痛，但是我的脚趾没有办法动。剩下这几天可以装未成年，对耶？什么叫做装未成年？我是真的未成年。我是真的未成年。Uncle 那个时候不是还有很长的等待时间？你说从好喜欢你到绳索吗？我记得我是好喜欢你。我喜欢你的，好喜欢你的，就是换成绳索的衣服之前抽的，抽筋，嗯，未成年才会被林一前被摸头，成年就没有了，有这种事，让我很幸福、欸、如果是真的的话。Innocent 是18以下本场，对啊，跟你们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10月公演其实本来是在下个礼拜，就是哦这个礼拜，本来是这个礼拜啊，日期有改，所以就改成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我不能唱，如果是这个礼拜的话我就可以唱，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Innocent 没有拿麦的话会有一点赤裸，有点害羞，懂吗？对，可惜可惜，我蛮喜欢 Innocence 的，我同学也很喜欢 Innocence， 因为我邀我同学去看，心情是不要，不要。对啊，我 Innocence 的歌词背的比哪一首都熟。谢谢博元加入我的粉丝团，然后我不能唱，直播没有要唱，你们来看公演吧。但是如果是这礼拜公演，我也不能到，因为我要考音听，等我回来。对啊，你们要等我回来。不可以把我忘记歌词呀，拜！原本就喜欢那首，那首很好听啊。但是我
还是喜欢星期二的夜里。等我回来，凯旋公园慢一点。你说唱 Innocence 吗？唱 Innocence， 但我觉得当年绝对哇哦！哎，对，吐司很聪明，我知道。谢谢小易加入我的粉丝团，大家都可以抢红包，太棒了！我刚刚讲什么？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哦，对，快换，快换真的很可怕。我根本没有办法思考别的。看到周日可能就知道我是好像。谢谢，天哪，好棒的称赞哦！我适合舞台，我是真的蛮喜欢上舞台的。没有大家，什么大家？哎，我跟你们说，我很容易忘记我上一个话题在聊什么，所以你们要，就是我有时候会对不上，会忘记。恐怖的是 Innocence TP 版。把原来的意境很完整重现，我觉得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天老师超棒。红包，说什么没有大家？我的记忆力是金鱼啊，什么东西？哎，我怎么抢得到？哦，所以我还抢得到我的阳光包裤哎，我现在多拿哎。我的记忆力是真的不太好。哎呦，黑杰克今天是不是？哎呦，但是我有看到你们在剪，就是拍下班路的时候，在那边比爱心，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一堆人在比爱心，要么就是比大的，要么就是比小的，要么就是这样。我说太突然了吧，太突然了吧。记忆力好到我都吓死，下班路超级斜。阳光包可以设送礼，当粉丝以后就是学会各种爱心比法。你们下次可以比脸颊爱心吗？以为 MC 记忆是什么？是真的不记得哎，真的不记得，没有在演的了。音听坐我旁边干嘛逃走？我又没有要干嘛。下班路直接把相机丢了，不行，要拍我们。不行，要拍下班路。脸颊太多肉，我脸颊有很多肉啊。我晕倒，下不出来，写不出来，应该是不会坐旁边的。像是在乌梅，三创难拍。你家肉是真的赞。三创不好拍，感觉得出来，而且它有那个，就是那个车子要走的那个杆杆。依林前辈晚安。各位，我是29%。前辈也可爱。
看一下，298可以撑到应该12点，应该没问题。哦，对，我的红包收起来了。对，玉林前辈，我要谢谢你。今天要快了，看电量，看电量怎么撑。哦，对，厨师刚刚说多塞一点钱给你，然后什么要你不要跳之类的，去骂他，去骂他。今天猫猫没有出来耶，挑拨你跟前辈的感受，什么什么。自己解释吧，厨师，我就帮你到这边。我没有说我想要跟前辈跳公演，我只是说我很幸福，我没有说要前辈不跳让我跟李一前辈跳，我没有这样子说，不要造谣。我等一下会念榜，还没那么快。对耶。郭子飞好，推下悬崖，没关系啊，反正你看完公演了。谢谢剑汉送的千纸鹤。谢谢你前辈，谢谢你。我的位置超好的，托前辈的，超级棒。那我在休息前还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一看我们背锅，没关系吧，牺牲一下。我是要哭了。大家现在听到纵使在幼儿园不会哭了，怎么就只有我在哭，你们都没有要哭，就觉得好孤单，只有我在哭，只有我觉得很悲伤吗？你有哭哦，你有哭吗？你有哭哦。阿赫你没来，唱诗班蛮好笑的，我有看到，超好笑。我这次有哭，我快笑出来，没礼貌。假的，对，拼图 48 也很好哭，大荧幕太恐怖。嗯，渲染力很强，真的。搬家了。
对，听说很多人都会哭搬家的。我们的风也很好哭，对，我们的风也很好哭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在就是那个彩排完之后，有跟现场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嘛，然后我们就会就是站成一排，然后说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然后今天要请大家多多指教。然后我在讲我们是 AKB48 Team TP 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泛泪，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成员了耶，我觉得很不知道，就是有种感触。然后我就跟陈以真讲这件事，然后陈以就说：“你又要哭，你整个人都在哭，你每天都在哭，你随时都想哭，不是吗？”这样子，我说：“好吧，对，好像也是。”上次公演有讲，但是因为这次是跳全场，有种那种感觉。不愧是真真，对啊。是纯水做的，没有那个咸度应该挺高的，眼泪很咸。现在有狮子丸跟狮子肉，嘴巴是可爱，嘿嘿。耶！你在哭，真真就把我变成狮子肉。那你们想要吃狮子丸还是狮子肉？狮子肉听起来很不妙哎、欸，真的。温柔可爱，有人说我高冷、欸。狮子肉，因为陈颖真那天看到狮子头，然后还问我们说有没有人要吃狮子肉。一下狮子肉，一下狮子丸。你高了，那你怎么？应该只有人没有高。对啊，那时候好像真真说曼玲第一印象也是高冷，然后我就说确实是挺高。曼玲真的很高哎、欸，她真的是小巨人，巨婴宝宝，每个人都高冷是这样。曼玲一点都不冷，曼玲其实就是熟了之后就会发现，就是他蛮会做 reaction， 他会就是很常说好啊好啊，这样，真人很小只很可爱，我就比较小只这样，每个被告爆料很吵。还好吧，我应该没有很吵吧。以前被长高一公分，感觉我还有机会长高。我是没抱什么期待啦，长高什么的，缘分嘛，对不对？我快把水喝完了耶。十九岁以前都还有机会，可是我快十八岁了，剩一点点时间，我
还有机会吗？我好像从不知道几岁以前就几岁以后就没在唱歌。唱高竟然是看缘分的吗？对啊，缘分到了的话，跳高运动真的没有用，我错过了。小小子也很可爱吗？好了，谢谢。看来你是没啥缘分。成为哪种类型的偶像？想要成为能够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带给你们勇气跟幸福的偶像。现在最有缘分的小雨可是我今天跟就是那天有拿公关票进来的好朋友说，你们知道吗，那个脸很小啊然后很可爱的那个人，他其实是12岁哦。然后他们就说12岁长那么高，然后我就说对啊，他超厉害的哦。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身高，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可是我好像也是国小毕业的时候就长到160了，然后就没有再长很多，但是我觉得小雨好像还在长，感觉他还有空间呢，他真的很厉害，看到我就超级幸福，我也幸福，爱你们。他还在长，而且听说小雨前辈他进来的时候，好像比品涵前辈还小只，然后时间过着。162怕爆。我跟你们说，就是那个浪漫火箭不是有搭肩吗，然后往前跑，然后因为他站在我后面，然后就是他那时候没有站得很直，他那时候有点就是可能3-7步，然后我那时候脑袋就不是很清醒，然后我就看到镜子，然后我就说哎，什么我好像跟你差不多高欸，还是什么我之类的，然后呢他就突然站直，然后我就 Oh my god 说错话。我那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他超级高，我真的是在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我真的是脑袋不清楚欸，救命，我可能太累了，我可能跳到很累，他真的很高哎、欸，对，这样，人生错觉，他感觉还会这么高，怎么好意思？燕子小雨，他直接突然一个站直，我想说 ，Oh my god， 好，对不起，用行动打脸，教我做人。以后不能乱讲话，以后要经过他脑，会不会超过170？好可怕，170！可是他长得很，就是你知道他脸真的很小，他脸大概就这样，对，就这样。我觉得他的刘海跟他的脸的比例是1:1耶，他的刘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脸。没脸见人，来看小鱼儿就是怎么讲，前辈，他真的脸很小，啊、哦，对，咪库也毕业，我那天很难过哎，我那天也，
刚才前面讲到十三岁就停止，十三岁，哎，但是我好像也差不多。就我觉得我高国高中应该还是有在长高，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应该是153，还是150，忘了。小雨会跟我们聊什么？不知道，他都去跟尹真聊天。嗯。哦，他会跟我说公式法选错了，不要再选黑长直，黑长直太热了。我每次，哎，我跟你们说，我昨天跳的时候，我的就是这一条全部都是就是汗，超级恶心，它是水，然后那个汗流到后面。就是叫我不要选很热的发型啊，因为跳完一到四会直接就是很热。然后他叫我发胶不要喷死，因为乌梅很就是跳完会很热。前辈环境确实，我跳完觉得，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我已经拍完公司照，然后他问我说，你的公司法是什么？我就说我这样啊。然后呢，他说：“你会热死，你一定会后悔。”我好像讲过这个，但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要换，虽然真的很热。黑长直，不知道哎、欸。声音居然是这样的，就是差不多这样，对，真的很热哎、欸。所以小雨这次的公式法才变成高双马尾，他学到教训了，我还没，我还没。对，还好三创狗，但还是流了很多汗，真的都整个都是湿的。喜欢现在的发型，明年我回来还在冬天，对耶，哎，不一定，但是希望。小雨 rumor 比较好看。哦，对，我觉得他上一张公司照很好看嘞。对未来的后辈说，目前还没有。我现在有18%，希望不用考分科，真的，希望不会到7月。我是真的不喜欢读书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没事不要考分科。你们有希望我绑什么发型吗？除了现在这样以外。双包头，你说第一天小童绑那个吗？我一直是单马尾，不爱读书学编法。蝴蝶犬，低双马尾，有没有什么适合少量发的人啊，就是头发发量很少，发量少的人卷发还不行啦，我还没有升格啦。安安前辈，小晴前辈，小晴前辈。肉肉前辈短发，我不敢，我没有勇气。我觉得肉肉前辈很适合，因为他脸真的很小，而且他的皮肤真的超好，他脸又小又白，而且他皮肤 ，Oh my god， 我一直在讲重复的话，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感叹，他真的很适合他的短发，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好久没看到肉肉前辈，想他。
双马尾。就是试过了，觉得不好看才。这个要怎么上去？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反正我是觉得，先不要。谢 AD 送的一颗星。第一双感觉不错，谢谢思琪送的红玫瑰。AD 送的美光灯蝴蝶犬，双马尾腰卷比较好，但可以试试看双包包。期待了一下吗？想看蝴蝶犬，蝴蝶犬是只有这边绑吗？谢廷瑞送的为你放烟火。这个吗？我不会八马尾，八马尾有点困难啊，跨页的要，还是我要先念吧。我先念个榜好了。我头发真的蛮少，不要你说我也知道。我先念个榜哦，大家。今天的第十五名是洛克，谢谢洛克。第十四名是菲菲伟伟，谢谢菲菲伟伟。第十三名是 Cake， 谢谢 Cake。第十二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十一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十名是 River， 谢谢 River。第九名是柯基玉，谢谢柯基玉。谢谢你救了还没有填问卷的大家，大家要谢谢柯基玉。第八名是建汉，谢谢建汉，生日快乐，生日过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第七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六名是 Hoing， 谢谢 Hoing。 第五名是上庭，谢谢上庭。第四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 耶。第三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二名是 Killer， 谢谢 Killer。耶，第一名是伊迪，谢谢伊迪。第一名，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再聊一下，我们再聊一下。欢迎晚安。蝴蝶犬像这种，哦，好可爱哦，前辈，前辈那天有来耶，感觉不错。蝴蝶犬，还要聊，还要聊。现在下线就没双马尾看了，好了，绑一下，但是我要绑低的，可以吗？
跟你们说一件难过的事情，就是啊，我今天收到了，就是帮我们找活动的姐姐的讯息，然后她说，就她问我某一天有没有空，就是有一个提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休息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参加，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其实一方面是开心，因为就是刚进来就有这样的机会，而且那个活动其实真的很大，就是真的很大，然后就很可惜。可能没办法回来，因为就是因为毕竟休息了，就是休息了啊。然后就因为我是在就放学之后，我在教室休息，然后我就看到讯息，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就难过，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了，然后我就去找我朋友说，怎么办？可是我好想要，好想要，我觉得，现在想到觉得难过。哎呦，好烦呐！就觉得，因为我其实我才刚进来，那就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我没有办法参加。好啦，我尽量早点回来。我觉得我今天的双脑也没有绑好，新特效，比心会有火箭啊？比心会有火箭。哪里有火箭？你在骗我。没事了。二月回来跳，可是我不知道我二月能不能跳。如果我二月没办法跳怎么办？我觉得我昨天的那个有点像现在，我就是笑着然后唱歌，然后眼泪一直流，救命。想走了。牵手了，救命！
道哎，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跳表演。你们不要哭，你干嘛哭啊，阿亨？关你什么事？对啊，还是要先把考试考。对啊，又不能不考。共感，不需要共感，共到跟我一起。哭呢，很笨呢，受不了，打哈欠，怎么有？哎呦，没事啊，我姐没事，每次一哭这样，要跟我共感真的挺辛苦，谢谢，谢谢。不要做合集，不准！不要哭了，黑杰克，我真的对不起你。下次告诉我坐在哪里。每天就是吃跟哭，哎，真的耶！啊，真的耶！吃饱才有力气哭，就是啊。小慧前辈，每日直播，哭哭。阿潘前辈也很火，有听说。可是我看到别人哭，要么，等一下，这样好像在讲没用的话。但是有一种是也会跟着哭，有一种是就不想哭了。直播不哭，想着你们以后就没有直播可以看。看到别人哭会想象的是林一前辈吧。我剩8%了，我剩5%的时候关了。谢博人送的魔法学院入学。我会看有没有办法叫 Uni 不会拉筋帮我发东西，谢谢乖乖的一颗心，让你们每个月都有新的东西。好了，可能不是新的，可能是旧的，但是想说你们应该会想我可爱少年派。我现在不可爱，我刚哭完了，我现在不可爱了。幸好今天没有哭的第一次惨。最爱看别人哭，
他搞不好现在在看。天哪！啊、哦，我就是一直在哭。我那天唱《纵使在遥远》的时候，唱完之后不是要见手吗？我站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的眼泪还没有干。哎，好了，我要。我们三连拍完之后就要下播了，准备好大家。嗯，要比什么？然后最后一个，兔子，好，我要关播啦！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谢谢大家陪我聊天，然后我下一次直播是我生日当天，10月19号晚上9:30，要来祝我生日快乐哦！拜拜，尹真，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晚安。